也想弱，他就是把你电感化，你的气氛就营造。嗯。世界上很多种人，然后我这种人是非常靠感觉的。假如今天我一进去，我觉得这感觉是对的话，我就说我还是会住。住就是要住得开心，我要住得舒服，我不要住进去。像外面很多那种3000、2000的那个，我真的就算了。稍微加一点点下来，加一点点，然后我不要太多。这样的装潢就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。换个角度来想，你是怎样子的人？你对住有这样的需求？